是你，夫人，好久不见。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也不完全是。如果你能像承诺的那样，让我得到顾云帆，成为将军夫人，也许我就不会这么做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七殿下当然是想利用你要挟顾云帆，助他夺位。等顺利登基以后，再把谋逆的帽子扣到他的头上，让他成为千古罪人。将军是不会上你们的当的。会不会就看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了？我到将军府2年了，使尽了千方百计，顾云帆连正眼都不愿意看我。 而你这个狐狸精才来多久，就把他迷得神魂颠倒！我今天就要毁了你这张脸，看你用什么施展媚术！住手！将军，这符咒好像有问题，这是煞血咒。什么煞血咒？ 是来自古老教派的秘传除妖术，此术极其邪门，专门对付法力高强者。因为要以妖血为引，且耗时长久，极少有人能练成。没想到，啊，还有见识广博的道友在，贫道失敬了。顾云帆，你果然是在拖延时间。